第四组第四位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萨沃伊，今年全国锦标赛获得第四。这名选手24岁，身高1.75米。美国选手萨沃伊，这套短节目除了他的第一个单跳阿克赛三周摔倒之外，连跳三周接三周，炉子三周，接续步旋转完成都非常漂亮，尤其是他的神韵表达得非常准确到位。这名选手参加过2001年和2002年两届四大洲赛，2001年是获得第四，2002年是获得第五。在2004年参加了世界锦标赛，并且是获得第16名的成绩。从这一套短节目的舞蹈动作还有情绪的渲染和表达，可以看到他的张力非常强。第一个单跳阿克塞尔三周摔倒，炉子三周接后外点第三周非常顺利。这一套短节目选手的编排也比较巧，好，来看他的技术分。这名
选手去年是美国全国锦标赛的第三名获得者，今年是排名第四，那么也是参加了2004年的中国杯，并且是获得第八名。计数分。The technical score, please. His technical score is 33.04分。The program component score. 节目内容分。比较高的果然是音乐配合6.82，其次是花心技术6.57，编排也是6.57，总分65.00分。美国选手萨沃伊短节目成绩排名第四。